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天地解，来吧，今天是9月20号，好，礼拜天。礼拜一了吧？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，礼拜一了，抱歉，礼拜一了。啊，时间过太快了，中秋连假已经过一半了。好，礼拜一。那先来看一下入服新的英灵资讯吧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昨天上一期看了那个夏侯乙嘛，那这一期来看新的。好，这一只。新英灵方云，他是那个啦，就是稍微看一下资料，他就是寒无杀，应该是就是寒无杀。好，这个是最近要准备改版的嘛，稍微看一下他的介绍。他是在那个神魔至尊章会登场。这边有没有说寒云是寒方云是我，寒无杀亦是我。好，千年蛇妖，然后潜入四象门，然后用生魂炼证，这是那个神魔至尊传的剧情吧？这边有看到的吗？它是那个雷属性的雨势，强不强不知道，因为游戏的雨势都被我弃用了，很少用。不太用，不太用。好，稍微看一下，又要卖皮肤了。好，那目前只是先介绍嘛，可能之后还会再详细介绍他天赋啊、技能。因为那个什么。夏侯乙也是这样嘛，我们看一下夏侯乙，他是先让你看一下他的资讯嘛，哦，亦正亦邪，然后他的手被废掉了，所以变成铁手了，然后就介绍他的那个技能，我介绍他的技能，然后这次先介绍这个方云，他的人设大概是怎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回来游戏吧。游戏的雨势目前应该没有什么强的啦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资料站，然后英灵嘛，雨势的话就秦维刚，如果他是念维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念，因为这简体字，因为台服好像有人什么秦志刚啊，我也不懂，然后韩千秀。我们现在只看绝品英灵啊，就这两只而已啊。你看一个火属性的，一个是冰属性的，所以这次出的是雷属性的，把它补起来，没啦，就这两只而已啊。于是就目前就这两只嘛，而且这两只都不强，不强的原因就是没什么输出啊，就是辅助嘛，然后有 AOE 那种灼伤这样，燃烧这样。啊哈，又要重连了，没办法，入服。最近比较没有常常重连。我记得有一阵子哦，真的很卡。给他连线一下。我只是去看个资讯而已，回来就给我重连。我们暂停一下好了。OK， 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虽然今天是礼拜一啊，但是那个三途川什么都还没重置，所以你到时候这些。每周的那些交易还没重置啊，吼，每周交易都要换这个十字印啊，这些都要换。谁叫谁大的名？好，那这个我待会自己来点一点啊，三合字啊，天地阁啊，历练，历练停一下好了，就领个那个烤鱼啊。哦，反正体力，我是建议啦，如果你是台服玩家吼，你看了我的影片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体力不用买，真的不用买，真的不用买。你看我这个体力。
这个烤鱼87个，然后体力以前我有买嘛，买也花了很多十字金嘛，其实是没必要的，因为你迟早会65位阶，然后你的角色也没那么多可以让你练，你的这些五内啊、机身啊、淬火迟早都会练满，那练满之后你体力就，也不能干嘛啦，顶多就是去刷那个魂光嘛，去刷你的这个吧，看你要不要刷啦，不刷也无所谓，差一些趴数嘛，还有属性。魂石的属性，还有趴数。好，来玩一下那个旧域吧。旧域我都还没玩，今天就来玩旧域。旧域的话有契渊天堑嘛，这个我还没有进去玩过。哦，这个罗喉的，不知道难不难。那我们先玩简单的吧。浮屠城会比较简单的原因是，你可以慢慢爬。好，一样有30层让你爬。爬完之后就是争排名啊，排行榜。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，基本上都是30层就可以了啦。哦，30层，大部分人都30层嘛。那大佬的话，他们想要去争排名就是48嘛。这只是名誉而已啊，荣誉而已啊，看你在不在意。那一样，我就先打个10层吧。10层基本上不会很难啊。哦，10层可以解锁这个 buff 啊。然后15层可以再解锁这个 buff，哇，提高100%欸！我也没玩过，第一次。敌方物攻，你这个过了之后，你之后才可以再解锁这些啦，所以你还是得慢慢爬。他不让你一次爬完，就要多打几次。气血、物攻、法攻、黑龙之力、寒无杀哦，助阵。好，单音助阵都是暗属性的欸。敌方非两名非英灵角色助阵，角色移动加一，这个很讨厌啊！让他移动加一吧，让他们多走一点没关系。这个也不 OK，哦，这个手势这个也不 OK，这是一个盾，这个千万不要选，这个免死也不 OK。哇哦！都不好选哦。稍微看一下，哇，好多那个负面，然后还有加深我们的伤害。那因为我们要10层嘛，这边就是绝学范围哦。这个是绝学射程，那范围好了啦。就这样，先打到10层，就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就玩这么一场。今天，我一样用我现在比较爱用的就是小雪嘛，然后还有超庆，小雪、超庆、冰力，再三个慕容玄机，三个属性都有，可以上阵几只啊？可以上阵6只欸。可以上阵六只的货，你可以上双奶啊，看你要不要上双奶。非我无所取。上双奶的话，你的爆发会比较低，但是可以慢慢玩。哦，因为这种都现在都可以上6只嘛，不是5只而已啊。红绿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来吧来吧，我就上这6只，应该不会输啦，应该不会输。因为我也就是第一次玩啦、幽魂走不到没关系。曹庆领命，我们就劫焰四杀他，然后把他秒了。好，暴击14000，我们就专门挑绿色的来打。这边还有绿色的嘛？那你可以再动。
再动的话，一、一、二、三，可以再动它。幽环正此约，事不宜迟。但是我要再动冰敌。哦，那个什么拳手直觉，那个好像会回避。你看他会闪避，我不知道第一刀没砍到之后，会第二刀砍不砍得到他、欸？哦，这我就不太知道。不然我们试试看喽。哦，你看闪避耶，你第一刀没砍到啊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天赋没带，我天赋带那个定魂啊。好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带定魂就带定魂吧。吾乃真龙，祈愿众生尽我所能。OK。马上帮他补，有没有？这个小雪真的很强啊！谢雨受伤，马上就帮他先补起来，然后捅骂一下，根本就疯骂，根本就不用补了。我觉得这只比较讨厌，先晕他。哦，黑龙的强控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邪焰四煞一下，刀剑无眼，哇，没爆死，雕虫小技，可恶，毕竟没有属性克制，事不宜迟。然后加上我战力可能也没那么高吧，哦，我没有六星啊，还没六星。幽环正此约，好，非常的安全。非常安全。这个前面小兵都不会太难，难的是后面的这个谢宇他们吧。这里要注意一下哎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好像。正此约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哦，我已经踩到那个。危险范围，那等他过来吧，等他们过来。事不宜迟。我们把我们角色聚在一起。我觉得朝庆他的那个 CD 就是，如果他没办法重置的话，哇，他放了又有，没办法重置的话，他会等比较久。我们直接封杀甘霖术解掉就好了。或者是，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用这招洗掉吧。天恩妙雪，吾乃真龙。曹庆领命。幽环正此约，请奉神旨。这个字我都不会念。不绝。哇，竟然没死。哦，被我震死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直接冰他怎么样？让他断腿一下。哇，打他之后就叫人哦，那我是不是太早打他了？真是的。曹庆领命。曹庆灵命，我们应该有一个闪避呀、啊。我闪避没了。事不宜迟。好吧，没了。
庆领命。先把他杀了会怎样？刀剑无眼，试试看，会不会叫小弟？应该已经叫韩无杀出来了、啊。哇，不好杀哎、欸！谢羽好坦呐、啊。嗯，当然是要护卫一下。哇，我的那个风妈没有护卫到，危险！还好他打不到我。忘换，这个都是之前十字系会出现的一些小 boss， 都不好打。哇！竟然晕我，不知死活，凶啊，凶啊，同脉！哇！你看这，你看我都不用奶妈补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的奶妈其实是还没行动，但是我们已经补满了。幽环正此约。好，我没有带那个啦，忘了带那个可以追击的。太可惜了，忘了带追击，带了定魂。哇，单音出来了，麻烦。曹庆领命。我先把细雨给秒了吧，感觉秒不掉他。刀剑无眼，雕虫小技。好，可以。我错了。我有可以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单音他 A O E 我们，他有禁疗啊。然后寒无杀是中毒啊，他等一下放我们 A O E 负面，我们要赶快解掉。或许我应该上那个什么李逍遥，李逍遥是光系的，这样可能会好一点。祈愿众生。啊！被他闪了，我不爽啊！事不宜迟，不然我们逆一下好了啦。事不宜迟，好，反正我们应该不会输啊。剩下单音跟寒无杀两个宙斯，我这招只能加物防而已啊。尽我所能。哇，好痛！请奉神旨。他这个不学这么强哦。先破他这只，因为他有护卫啊。你不杀他的话，你很难杀单音。曹庆领命，秒不掉。孤乃真龙。曹庆领命。好，先这样吧。冲啊！他是想 A O E 我。柔情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有那个神华什么的可以解。解两层吧，不然我们就是先用这个解，但是这个没有，那我们这招解。天有玄月，好，先解掉。祈愿众生。哇，好痛！我没有那个啦，我没有用，没有带那个可以追击的那一招。
没事。好，这个他的问题就是只能补周围的一点点血而已。我们可以白打他。他应该免不掉我们才对。3900。3000。还给我偷偷补血。祈愿众生，幽环正此约。不绝。好，打死丹音。劫焰四杀，一二三也打不到。哇，被封了。事不宜迟。天游万象。这应该解掉了吧？对，应该解掉了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刚刚我那个慕容玄机应该先过来的吧，这样就没有补到血，应该先动。哇，小雪好强啊！曹庆领命。好，杀。刀剑无眼。我可能不用带这一招啦，罗莎一级杀死小兵、杀死怪之后可以那个再动，我觉得好像没差欸，感觉没差，可能要带另外一招比较痛一点。你看兵里他就没有曹庆好用啊，曹庆跑比较快欸。刀剑无眼。那你再动的话，给曹庆也 OK 了。刀剑无眼。好，哇，打了14分钟，有够久。这个活动大概都一个月嘛，你可以慢慢玩。有求必报。好，1000的话可以换一些红光，还有那个食髓，食髓之味。没有，它是石头的石啊。好，石城。我上次好像也打到10层而已吧，随便打打而已，十几层随便打打。好，石髓可以换一下，我只能再换一个，因为这个月我已经换过三个了。然后你可以换红光，红光的话，这个换红光换很多啦。好，就换1000啊，随便换换就1000的。它可以换50次啊，你可以一直打，也没有一直打啦，就是你这个都是一次性奖励，这个过的时候一次性。然后浮屠城这边也是一次性的，就看你爬到几层嘛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一直爬。这地梯岭都在这边。哦，这个台服应该也有类似的，已经出类似的吧？但是台服要50位阶才可以爬，应该是吧？好，那再来就是会解锁嘛？解锁，你看这边就有护翅，你就是要换这一种，换这种你分数才可以再爬上去。你就是下一层就是15层嘛。就挑这个护翅的，然后这边没办法护翅，你就必须要再挑一个比较不讨厌的。这几个人要挑一个比较不讨厌的，比如说这个绝学射程加一啊，让他打我们，但是我们就不能反击啊。你就用这种比较不讨厌的，这个普攻比较讨厌哦，不要这个还好，那就选这个啦，然后就给15层这样。只能再赚400哦，好吧，400。然后加起来400的话就500个红光嘛，这边500个红光，可以再换500个红光，划算啊，划算。这个是专门拿红光的地方吧，我觉得啦。红光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很追求你的魂石的一些极限，那些属性啊，那些磁条的话，我的红光也都是破万吧，很快就破万，然后看你要不要练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。
我龙光现在有多少个啊？消耗，我不知道红光放哪边啊？这边，好啦，15000，15000。所以红光这种东西只会多不会少，你没那么多魂子很想练嘛？因为你就物理的、法攻的装一装，然后御风的用一用，法师的用一用，奶妈的用一用，就练每个都练个一两套吧。物攻顶多练个三套左右吧。哦，然后铁位练一套啊，你铁位不太可能上两只啊，除非你真的很懒得换，那你可以多练几套。你魂光不够，就勤劳一点嘛。反正现在这边有那个铸魂系统，可以直接换一整套这样换过来，不用像以前那样拔来拔去比较麻烦。汝等又是何？可笑无耻！好，那这集就先这样喽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天地姐再见，大家拜拜。